不见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住手！自于之地，孔明现在蜀中辅佐汉中王，杀了他，岂不伤军师之心？退下。是。君好，君好。休再多言，来人，来，将他轰出城去。哎，这停！这关云长真忠臣也。子明，似此如何处之？主公，今日之事已非关羽单刀赴会时可比，他就是有冲天之意，也难逃我部下的罗网。卿有何妙计？我料关羽近日之内必将被迫弃城而走。关羽弃城又将如何？关羽兵少，不会从大路逃跑。麦城正北有条险峻小路，可通西川。关羽必走此路。可令朱然引精兵5000伏于城北20里之处。关羽军道不可战，只可随其后而掩杀。其军定无战心，必奔邻居。可令潘璋引精兵500伏于邻居山僻小路。关羽可擒矣。好，就依卿之计而行。速令将士攻打麦城各门，只控北门，待关羽出走。是。关将军，城中粮草已尽，原有士卒500-600人，方才清点，只剩300余人。悔恨当初不听足下之言。今日危机，足下又何计？事至如今，就是姜子牙复生也无计可施了。关将军，关将军，关将军。今日之败，皆我一人之过。我受汉中王重托，镇守荆州。可如今，我唯有以死相报啊！父亲，关将军。官兵既是我子，自应生死相随。尔等皆有家室老小，趁今夜城池未破，乔庄百姓各奔前程吧。君后，我等愿生死相随，君后何出此言？君后，我等愿誓死追随君侯啊，宁愿粉身碎骨，绝不反悔。誓死随将军，与主公决一战。祝将军，请起，请起。
君侯，上仍救兵不到，定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之故。蜀中救兵也难盼到，何不弃此孤城，奔入西川，再整兵马，意图恢复啊！我也有此意。父亲，北门外敌军不多，据百姓说，城北有条小路可通西川。今夜就走此路，小路恐有埋伏，可走大路。纵有埋伏，我何惧哉？传令，城中将士严整装束，准备出城。是。马已准备好准备突围。是。关将军。王将军，立即出城。我与部下百余人留下。我们死守此城，可牵制敌兵，免其追击军侯。这将军岂不是自投死地吗？我随军侯八年，朝夕相处，受教书身，平生之愿已足，死而无憾。城若破，身不降，王府只盼军侯回来救我们。王将军，君侯一路小心保重啊。好，时间紧迫，请君侯上马。请君侯上马。王将军，请起。周仓在。你也留下。我与王将军同守此城。关将军，我自跟随将军多年以来，从未相离。此去西川路途艰险，我要紧随将军左右，不留在此城。有关平跟随，了无差事。王将军一人领兵守城，事无人重。关将军，你留下可助一臂之力呀。周仓不知何日才能再侍候将军呢？
我的好兄弟，郭将军，好兄弟。关羽率残余士兵百余人冲出北关，横刀前进，约走了二十余里，又遭遇东吴朱然埋伏，关羽不敢恋战，往小路退走，赵磊已死于乱军之中。此时关羽所随士兵逐渐减少，只剩十余人，关羽不胜悲惶，令关平断后，自己在前开路。报警！父亲。